公主抱，书里有这情节吗？阿姨家里是不是有一个瞎了眼的老母亲？是，花姨与奴婢讲过，她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是因为母亲生病了才被卖身到郡守府做奴婢的。她平时也很节俭，家用都寄回去给娘亲治病了。那她要是死了，她娘亲该多难过。假的，假的！一本书而已，我为什么要对一个龙套 NPC 认真啊？我只负责跑完主线剧情，通关回家，少节外生枝。等等，不对，木生刚刚问我画意去哪了，意思是他已经怀疑上画意。如果让他发现画意投井自尽，他一定会以为是我唆使自己的丫头撕掉咒符，然后又杀人灭口。没错，我要利用去救他。去。林小姐不是说过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可不想唐突了林小姐。再者说，你也没说需要我帮忙吧？哎，穆姐姐，穆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着急去后院干什么？哼，让我先你一步，看看你搞什么鬼，水神咒。华一。是吧？还好赶上了。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你要是死了，你娘不得伤心死？花姨也不愿让阿娘伤心，可小姐让我嫁给那残暴的酒鬼，我还不如一死。不嫁了，不嫁了！之前是灵，是我脑子有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之前是我说错了，我收回我之前的话。你可以继续去我那屋好好打工，好好赚钱，服侍你娘。嫁人的事情咱们再也不提了，好吗？多谢小姐饶命，多谢小姐饶命。我以后再也不敢造次了，我也不敢跟柳公子说话。我这就回房做事。林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画意要在此地自尽？我家丫鬟的性格我当然了解了，这不合理吗？哦，那她为何要自尽？因为无非是感情问题吧。我刚才听她仿佛是说，因为柳拂衣同她说了一句话，所以你看不过去。我果然想的没错，林小姐对柳拂衣果真是用心匪浅。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静瑶加害我阿姐那天晚上，你干了什么？我当然是在房间里忙着打扮，假扮新娘，我还能做什么？
这么说，林小姐对符咒被撕一事一无所知了。嗯，穆公子，你怎么还怀疑我？我们连头发都对不上号。你怎么知道头发的事？难道是那天夜里，就是你把头发留在那儿的？穆公子把府上所有人的头发都检查了一遍，我怎么会猜不到呢？嗯，穆公子，你可是我爹请的捉妖师，讲道理是我家客人，几次三番这么盘问我，笑话吗？如果你真的担心穆瑶姐姐，与其在这里疑神疑鬼，不如回去好好守着她，别让她再出什么岔子才是正经事。言之有理，我会的。总算把这朵黑莲花给唬走了，林玉从前作的死我算是替他摆平了，接下来跑剧情我一定得小心谨慎，苟到结局绝对绝对不能再给自己惹麻烦了。新手教学任务二，依照书中情节换掉穆瑶的疗伤药，拖延柳福一一行的上路时间。啊，这什么破剧情啊，自己动了手脚把人家的疗伤药换成泻药，还非给自己亲手送去，现在的反派能不能有点逻辑？按照书里写的，穆深临时外出，听说穆瑶腹痛如绞后立刻赶了回来，他怀疑是林鱼在药里做了手脚。姐姐，我实在是想跟柳大哥多待上几日，所以还请你的伤别好得那么快才是。